随着 CBA 总决赛第五场比赛中场哨音的吹响，宏远王朝的四连冠之梦被八一队彻底击碎，而王治郅也在他回归之后的第一个总决赛中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上演了一场篮球场上的王者归来。个人第七座，球队第八座 CBA 总决赛冠军奖杯都是对这位归来的王者最好的嘉奖。从当年的希望之星到如今球队的顶梁柱，三十岁的大志经历过风光无限，也感受过低潮落寞。2.16米的绝对高度，少年得志的绝对热情，王治郅的横空出世，开启了中国篮球的偶像时代。6年前，当大志踏上赴美航班的时候，在他的身后是球迷们的鲜花和掌声，在他的面前则是一段崭新的生活。2001年4月5日，王治郅首次亮相 NBA， 他所效力的达拉斯小牛队主场对阵亚特兰大鹰队。在第二节还剩下16秒时，王治郅替补出场，现场观众全体起立，把掌声献给这个 NBA 赛场上的亚洲第一人。第四节比赛进行到7分41秒时，王治郅再次上场，他接到队友传球，果断出手，投进了自己 NBA 生涯的第一个进球。这场比赛他出场8分钟，共得到6分，拿下3个篮板，算得上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略显单薄的身体却制约着他在篮下的表现。作为另类中锋，他始终没能得到首发的名额。2002年的那个夏天，为了自己在 NBA 的前途，王治郅最终选择留在了美国。对于强调集体利益的中国人来说，王治郅的选择让关心他的人难以理解。有些人甚至质疑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他会不会出现在中国队的主力名单中。一时间王治郅成为众矢之的，关于他的负面报道铺天盖地，而他只能在大洋彼岸独自承受着这一切。然而身为一个中国人，王治郅对祖国的思念一刻也没有停止，并且曾经身为北京申奥大使的他更是向往在家门口的奥运会赛场上打球。与此同时，篮管中心也始终没有放弃对王治郅的关心。几经努力，王治郅终于确定了回国的日程，重新面对家人和朋友，重新面对关心他的球迷。其实回来比不回来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当时年轻嘛，而且做了很多不好的错误的决定，但是既然说能够下决心回来，而且很大的一个观点还是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够为国家为军队再做出自己的贡献。2006年10月7号，在阔别5年之后，曾经的中国篮球第一人又回到了他熟悉而有点陌生的 CBA 赛场。当身披红色战袍的王治郅现身现场，擂响新赛季战鼓的时候，全场观众用最大分贝的尖叫欢迎这位久违的游子。本赛季联赛他打了39场，拿下了所有 CBA 球员中最高的1044分，另外还有399个篮板。如今身为人父的大志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追风少年，但是他的脚步依然轻灵，岁月的磨练让他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比年轻一代拥有了更多的经验。就在人们以为总决赛还是会像以前一样以广东队的横扫而结束的时候，八一队竟然上演了荡气回肠的绝地大反击。在5场过程跌宕起伏的巅峰对决之后，王治郅带领八一众将士们将军旗重新插上了 CBA 之巅。这个冠军虽说对于我来说意义很大，我也感谢每个队友还有关心我们的人支持我们球迷，我谢谢大家，我也会一直努力，还有2008我们共同的梦想。